新界主场由我主场，我是大埔监察议会联盟召集人胡卓谦。我们很关心究竟区议员会不会真诚宣誓，所以我们在3月2号的大埔区议会那里进行了一个突击行动，去访问一下我们的区议员究竟会不会真诚宣誓。现在我们去边看看当日的情况。你會不會效忠我哋香港特別行政區？你問答咗先啦，你結婚嘅時候你搞清楚先。而家咧就係佢哋，首先第一樣嘢就問你啦。嗱，不如咁講啦，你結婚嘅時候都會宣誓。是有一個的行動啊，就係佢哋會問下你會唔會宣誓啊？會宣誓啊，議員。請問會唔會宣誓啊？宣誓啊！你哋係咪同心？會唔會宣誓啊？你今天有做什麼？有結果之後，自然有關心宣誓的問題啦。不過除了很少數的攬炒派議員已經表明不會宣誓之外，其他的區議員都是完全是沒有表過態。為了令到我們的市民不分藍黃都知道我們區議員的表態，我們策劃了今次的突擊行動。如大家在片中裡面所見到，我們的區議員全部都是知吾以對，有些扮講電話，有些是完全是不理我們，有些甚至鬧回我們轉頭問我們吃了早餐沒。一個區議員他們面對我們這些正義市民的質詢，他完全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去給到我們，不斷去知吾以對，拿其他東西岔開話題，我們怎能夠相信他們真誠宣誓呢？我們當日的行動，大家要記住，大埔區議會是9:30開會的，我們在9:00之前已經去到會場等待我們尊貴的區議員來到了。不過去到10:00，大埔區議會仍然未齊人開會，21個議員只有19個出席，而當中就有3個表態去會簽署，簽署我們準備的簽名板會宣誓的。這3位議員當中是包括2位當然的鄉事委員會議員，就是林奕權議員和李耀斌議員。另外一個肯簽名的呢，厲害了，就是前人民力量的成員蘇達良議員。不過不要以為這個議員很爽快地簽名代表他真誠宣誓，這位蘇達良議員之前在這個違法初選裡面是借出他一個補習社的地址去俾呢個違法初選做票站嘅，係咪真誠見仁見智。同日嘅下晝，我哋去咗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請願，我哋將我哋朝後早問咗啲議員嘅簽名版係咪宣誓嘅內容咧，就交咗俾我哋嘅曾國衛局長。我哋認為，如果佢哋好似2019年區議會選舉提名期簽署嘅確認書嘅時候嘅內容一樣嘅話，他們今天這一刻理論上應該是會毫不猶豫在我們的簽名板上簽名支持宣誓，但是他們扭扭令令的態度，我們就想給曾國衛局長看到究竟這班人第二天宣誓是否真誠效忠呢？這個就是我們的今次行動的目的。我相信看完片段的各位都心中有數，到底我們這班的攬炒派議員他們會不會真誠宣誓。我們從某些渠道得知原來這班攬炒派議員其實已經個個都想著宣誓效忠了，但是我們是不是要讓這些攬炒派議員繼續把持我們議會陽奉陰違，心裏面就想著港獨搞亂香港但是表面上呢就說自己效忠特區政府。所以我們亦都呼應之前元朗監察議會聯盟的監誓委員會的建議，我們希望特區政府真的把好關，不要讓這些主張港獨
攬炒派議員用我哋公帑繼續危害我哋香港嘅社會，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大埔監察議會聯盟嘅行動，亦都可以發動起唔同嘅市民都質問我哋嘅攬炒派議員是否會真誠去宣誓。我哋大埔議會監察聯盟有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歡迎大家 like 同埋 share。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新界主場由我主場，我係大埔監察議會聯盟召集人胡卓軒，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嘅工作，再見。